好，开了。哦，我以为这个开的是开大厅的。你开啊？怎么会是我开？给你设密码。我不要。我这边的密码他们都知道了。你改一个啊。你改，我在这啊。我生日，我生日，谁知道啊？谁知道你2月30号生日啊？按多少啦？几百人？打的啦，0607啦，真的。哪有人87年生8月7号生的啦？87年生是怎样？对呢，我跟你讲过生日快乐呢哦。对啊，你在那边好伤心哦！你这个虚伪的生日快乐、啊。真的真的都是哎、欸、那个 FB 跳通知，然后。对，我就在想，干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生日？知道。我还想了，我还想快十分钟，想啊干哦，你有加我 FB 好友？我、啊、怎么可能？是这个吗？不是，我等一下。线上游玩，怎么了？找不到？不是啊，滑鼠坏了。我也是太久没玩，连进房都不会了。啊，确实不会。确实。新的那个魔猎人没有啦，我对测试还好，没有感兴趣。哎，玩玩地图啊，地图美，地图那之后再看呐、啊，也可以啦。对啊，反正迟早都要看的东西，何必急一时呢？早看早享受啊。没事啊。OK， 啊万一我不习惯这游戏怎么办？哦，画质怎么那么差？啊，怎么那么丑？哇、啊，你怎么还没开房？不可以退费啦！退费什么？已经也不能退了。早就送超过半年了，好吗？好惨！等一下，你的大小金都还没刷，对不对？我没，就说这一代还好啊，反正后面打的魔物一定会有旧魔物出来啊。到时候再刷就好了。啊，不想，我想先刷、啊。你想一下，就像我当时一开始钓那个稀有环境生物一样啊，阿九后面才接到要钓什么古空鲫鱼的任务，对吧？有吗？那就是先怎么什么毛茸茸那什么，我鸟忘记了。毛茸茸的鸟。哦、oh, ，那个小鸡，对小鸡啊，有黑色、白色啊，对啊，对啊，啊对啊，那时候我就已经先钓到了，啊，结果后面又接到那些任务，我气死。好啦，就再钓一次而已啊。那、你接任务干嘛？你没有去接刷一下？刷什么？是你没有搞外挂刷大小金啊？哦哦哦，什么意思？哦，你是要进去看到再叫我是不是？对啊，我想你接任务干嘛？哦，走啊，宝宝就有了。怎么可能？哦，原来你刷的一直，我以为你是狂打狂刷了。哦，原来是我啦，我都宰了，怎么可能？宰什么？外挂、啊。哦，挂个头要讲。我、哦、现在就可以看了、哦。大赢啦！哦，然后嘞，按什么？通知任务啊，没啦。哦，就是跟你世界的玩法一样啊！我没有 啊，就是、啊，我那时候是拼命打，我根本没有装那个，那时候还没有大小金的东西，好不好？啊，我那时候是听你的，我才装的、欸。没有没有，那时这更早之前，黑角龙那时候我是狂刷黑角龙。哦，我一开始也是啊，突发炼钢啊。对啊，那时候是鲤鱼龙任务跑去找黑角龙玩啊。啊，现在就没有人在突发炼钢了啦。嗯。对吧？我叫你坚持什么啊？哇，世界是真的很好玩啊，很坚持一定要玩。这一代真的是坚持不好玩，很早就放弃它了。你是缺哪一只啊？我
我现在都缺、欸，有一些刷完了啦，可是很少打的这些都没刷，像那个那三只狗龙，嗯，然后前面的都好像都没有刷、欸，青雄兽之类的，对吧、啊？我青雄兽、白兔兽、赤甲兽这些都没有啊，水兽、鲶鱼龙、俘虏。啊，你的那个模组不能看大老弟的？嗯，可以啊。所以我才问你说你是刷哪一只啊？陪你弄啊。我现在是接那个四星的，然后说用心学习青弩招式那两只。哦，在刷这两只。我差毒狗龙的大金跟绵狗龙王的小金。毒狗龙大，绵狗龙小。啊你刷到你有缺的，你就顺便我就不知道我缺什么，我又没插。笔记本打开来看一下，很累耶。好，我看就是了嘛，干嘛那么生气，干嘛那么凶？我有很生气吗？欸，你有开台哦，你开台刷这个不会太无聊？不会啊，他们也需要点声音啊。不对，他们也没事做，需要听点东西啊，啊就开给他们听啊。不对，你说哪个猎人笔记？这游戏怎么玩啊？毒狗龙吗？哦，鲶鼬龙王、小金、绵狗龙、大小龙。哎、欸，哦，鲶鼬龙王小、绵狗龙大小、毒狗龙大小啊，好。这没差啦，这个我之后私下自己刷就好了。看你什么时候能陪我玩，对不对？那不然我们来打别的啊，你要打什么？我没有啊。啊，不是，我就没有啊。陪你刷嘛。你看，你只有七天的时间呢。讲到好像我快挂了。没有，你快挂啊。哇，不是。怎么讲这种话？从任务中归来。嗯，那是我跟他的久违的重逢时间啊，其他的时间都让你们陪他，像什么火速解操他们，对罪。他们最近会去打《魔物猎人世界》。他们玩世界啊、喔？对啊，他们都玩世界。哦，好哦，加油！我懒得，没动力开了，没有动力开了。对啊，已经不会更新了。虽然真的玩很好玩，但真的就跟动森一样，已经就算他改了还是更新什么，大概是就那样了。哎、欸，他后来的更新你有回去玩吗？哪一个动森哦、喔？对啊，没有了哎、欸。他就多了一些土翁那土翁啊土俑，然后咖啡厅那个版本我就没玩，就是没有动力开回去。对啊，抓抓虫钓钓鱼还行，可是真的要再弄哦，就不想。那时候刷完岛民之后就不知道干嘛了。哎、欸，毒狗龙王小金，我这边呢？不是，我怎么加你的？哦，是，不用吃饭吧？不吃也可以，吃也可以啊。吃的就是容错率高一点。打打打打！哦，哎、欸，这是毒吗？啊，我毒狗龙王的拳，等，复健一下。OK， 好。会拔刀就好了，会拔刀就好了。那是棉吧？你那是棉啊，我在打毒啊。哦。那应该也可以打完就跳了，确定。
哎、欸，我记得是可以啊。如果以世界的尿性来说，可是这不是世界啊，所以我不确定。我没有打完就跳过。大家可以试试看。TT 我来了 ，TT， 怎么了？怎么了？我来了，点他复健之旅，复健之旅，哎，怎么撞？哦，撞完可以按回避，我不知道你的回避是哪一颗键的，你有改按键？哇，好大只哦！可是那只没有大影哎，连大影都没有。对呀、啊。他被我扁到的那个了。换什么东西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看下来了，被中毒了。闪光，下一个。而且它就是大小心显示只会跳在右边的提示，它不会在结算提示。什么意思？就是之前的魔人世界不是你刷到大小心，他在结算的时候会跟你讲说这只是大小心。哦，对啊，在那个里面。土石对啊，啊他这只只你杀完之后，他会跳在右边的那个提示就没了。我就跟你讲更新，对啊，就大最小尺寸更新没了，超智障的啦，也不跟我讲一下多大。体验版有多新的翔虫可以玩，还蛮棒的。有新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翔虫不是拿了，就是多一个可以拉的绳索。对啊，还有新的那个什么金色翔虫，就是你超龙的时候撞别的魔物掉落会变多。哦。然后另外一个翔虫是你超龙的时候放必杀技会变痛之类的，还蛮棒的，很、哦、好玩的。然后很多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环境生物可以撞。它、啊、内容还是很短吧？体验版啊？不行啊！能多长？行啊！又是独国龙王小金。我刚是什么？刚是独国龙王小金啊！啊，搞不好我刚刚也是独国龙吧？原本吧？我刚没跳出更新哎、欸。等一下哦。啊有啦，刚刚有小金啦，确定有了。哦，有耶，有。好，我是那缺棉毒大大，棉毒大大，棉的大小。
是吗？等一下、喔。对啊，你的棉大小啊，然后棉大小图大好。哇，这样真的是适合聊天呢、欸。这个就是纯聊天台了，我没骗你。对啊。花了跟观众聊天。然后我要在无聊的泰拉之旅的浓浓浓哇哇浓同志看你们在那边弄我还是看不懂在干嘛我挖矿啊盖那个东西挖矿盖平台打王挖矿盖平台我看你跟番茄在盖那个平台可是我看不懂你们在盖那个要干嘛反正就是他其实王你要打可以但是有一个空间有个平台一个就是盖一个打他的地方堡垒就对了，也不是堡垒啊，就是他会来怼你啊。有些王都是会穿墙啊，理论上 90% 的王会穿墙，所以你万一困在那个你出不去的小空间，你很快就死。哦，所以我们才会盖那种类似空中那种人家可以穿过去的那种平台。那再來就是你要去收集，像我那天打了一只，我们就只在空中一直。开大炮，一直打一打就结束了。对，那个就是有些王，有一些他的机制可以拿来那个毕业逃课。哦，对啊。那就像不是有些人那个玩那个艾尔登法环，躲在一个树那个峭壁旁边射他一下，那个人就摔下去，算一个点数。很了解哦，要不要玩一下？不要。过气游戏，过气游戏好玩欸。啊。可以培养耐心。嗯，我这玩人王二就已经有点没耐心了，好不好？啊，那个卧龙也是，免狗大金。哦，我来了。你有了吗？哦，没有，也陪我打。反正你没有哦，还是没有啊。对呢，你有玩的吗？哎、欸，那个对啊，我有贴那个新的 PE 啊，那个卧龙啊，对啊，他那时候不是说是三国版的那个吗？人王，对啊，三国版的人王啊，对啊，来啊，来啊，来啊，我们从头开始打。哎、欸，你人王大出没有？我要斯密。你有配 KO 是不是、啊？没有啊，没有，就是两个想冲击那个，通常接到就很容易晕了啊。那个反击防御哦。对啊，就升龙骑啊。所以我很喜欢在开场当猴之前的时候，马上 K 下去啊。我还在练片手哎、欸，我觉得片手好难玩。所以你都不会用风车哦？会啊，风车啊，风车吗？不会啊，风车我觉得很耗那个呢，锐利度哎、欸，对啊。那另外一个突刺斩呢、欸？有那个盾级换的那个突刺斩，那个就是很连刺那个不是吗？那个痛哎、欸，那个更耗，那个也很耗那个啊。也很耗锐利，对啊，啊我就不喜欢耗锐利度的东西啊，我不喜欢魔刀啊，因为我是配魔刀三，然后玩了很强，那个好痛哦，很痛啊，可是啊我家我啊你玩锤子玩那么多年，但是喜欢打晕的快感，虽然断尾很快啦，对啊，那断尾超快的，我有玩过一次啊，可是哇魔物还没换地方我就要魔刀嘞、欸。我是有配那个达人，不是达人那个什么达乙哦。嗯，我知道啊，打那个不会，我不会跳斩，还在试。我现在也是不知道哪个比较好，所以我还在试。
都什么打其他魔物都会想闪一下，想闪一下，打这种都是跟他一起打，直接打就看他落下，欺负他落下，真的，然后就快挂了。爱元安，什么？哦，风车只有，也不知道欸，那时候觉得风车很帅很好用，然后看很多风车也是真的不错，对啊，然后那时候后来爬文看一大堆大佬都没有在用风车，就想嗯好吧，我觉得风车好玩。 Soundbreak 试玩版吗？不会，会的话昨天就玩了。他讨厌 Soundbreak， 我讨厌试玩版 demo 这几个字，还不过瘾就结束了。这倒是真的、欸啊，他的技能都没有开给你，全部就玩到一半啊，玩来玩去就那样子，很快大概就结束了。我让你打那只新的银龙，可以打很久。哦。我还没有把他干死过哎、欸，好难打啊！我只有把他打到他快挂了，然后时间就到了。啊，那一定是你的队友不给力啊！我自己打的，我不给力，对不起。哦，真的，抓到了，滚！抓到。嗨月月，嘟嘟，我是宝的。你靠那个数字可以判断它大小精灵？什么数字？你说血量吗？哦，你说井号后面那个数字哦？对啊，井多少多少，那不是大小精灵？我不知道哎、欸。井一一是有大金吗？还是大没有？井一是什么都没有。好猛哦，那个可以判断。你跟我是一样的东西吗？啊，我的是直接显示大小金啊。哦，那没事啊，你就算井一一三，哎又怎样？不是大金就不是大金啊。哎、欸，对耶，哎、欸，刚刚是井108跟井110，现在两个同时降二，哎，对啊，那这样你的大小金显示在哪里啊？还没啊，没显示啊，它会显示，哦、是它还是会显？我以为就是只有那个数字而已。哦，会有金冠、银冠跟小什么鬼东西？我以为是靠数字判断。怎么可能？他说他赛时多少？帮他量赛时。好害羞、哦。哇，同时降了四。我同时刷到大小金欸。我来啦。我不用来了。你狗龙王大金，毒狗龙王小金。我有吗？刚刚都打了。是吗？我再看一下，免大毒小。对啊，你怎么比我还清楚我的、啊？你偷开我账号、啊？我就记得我打了什么没？免大毒小，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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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边有机会喽？没有，下一场就零了。哇！我觉得这一代没有世界的机制哎、欸，没有，应该没有。你是说
就是上一场大金，下一场有可那个几率提高。哎、欸，有有119棉大，感觉棉大毒小白痴哦、喔。我有哎、欸，他会写一个银冠哎、欸。对啊，119120应该就是了。五狗龙有机啊，毒小也不要。可惜百龙夜行不算大小金。哦，对啊，我那时候开个挂打百龙夜行，说哇，大小大小大小，我那时候也觉得很爽。哇，打了很多不算的。大小金加倍中，大小金社群日，真的是大小金社群日哎、欸。按我们的呆鱼啊，他对这款游戏一半一半的兴趣，一半一半就表示有兴趣啊，有兴趣但看不懂，是啊，不知道到时候买了会不会玩，先买来玩就会懂了，我也是这样跟他说，对啊，你不玩永远都不懂啊，你玩了就会懂啊。我问你哦，今天要买一个东西，你会觉得买了后悔好，还是根本不买后悔好？我觉得是根本不买会后悔，对，因为你买了才会知道，对啊，才好不好啊？你不买永远会不会不知道？但是很鸡掰的说买啊，早知道不买，就是会这样子。而且 ，Steam 你玩两个小时以内是能退费的、啊，你就先玩嘛。啊，你真的觉得这两个小时你体验很差？哦，我指的是不能退费的那一，像比如买高跟鞋、买鞋啊，你买高跟鞋、买鞋子、买什么东西的。那种是真的没办法、啊、可是你觉得它好看你想买，可是你到时候不买回来想想啊，我为什么当初没买，你会更气。所以我那时候是，那你买了真的不喜欢大不了送人嘛，对啊。我也是那种冲动型购物、欸、想要的话就觉得我的毒有机会大哦。哦，再来再来再来，毒一一四了，好毒，你好毒，做国小的歌哎、欸，看我就老没不行吗？是不是？你比我小哎、欸，我也30哎、欸，不用闹了，我过一半了哎、欸，你不要闹了哎、欸啊，你好老。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啊，你要不是今年过生日才过30。没有，我是明年过生日才正式30。现在有一个买了后悔的，买啥、啊？我的会员吗？后悔了，后悔了。A R K， 因为他现在限免，对不对？没事啦。啊，阿克现在限免啦、啊，为什么？可是会后悔。阿克没有啦，他是跟之前买的啦，后悔。哦，我阿克之前也是特价买的啊。但我当时买了也后悔，是因为根本找不到人陪我玩，再加上当时的电脑配备不是很好，玩什么都卡，所以 ARK 永远就只能存在我的收藏库内。那你现在可以再来玩啦、啊，现在一堆人有了。决定买来玩的看上眼，首先你要一台电脑。你是要买 Switch 的吗？如果你买 Switch， 你要想一下哦、喔，西亚我。都在 PC 平台上，你现在找得到的，目前我认识的就只有番茄会陪你玩。没事啊，你如果要玩 Switch， 你可以找番茄陪你玩。那个 Switch 的话，我就会建议你不要买了。哦 ，PC 哦，好诶、欸、好诶、欸，你来，你还好不好？我不像 HTT 一样，我一定亲手带你长大。哎、欸，什么叫做像我一样？不是你当时就一来玩的时候，你被哦，天后听到没有？你一进去，四个人围着你绕，哎，你还多出一个我，围着我绕，太夸张了吧？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对不对？我超讨厌这首歌，为什么？我以前刚出的时候我还蛮常听的，后来我的大学室友，把这个设成闹钟，难怪。我把它设闹钟，然后他每天早上起床，
一直想他都不关哦，一直 repeat 这首歌 ，repeat 了我半年。他搞不好是想听歌啊。但我超不爽。后来就很讨厌这首歌。哎、欸，是有个任务，有很多名狗龙啊，那个可以刷。只要是有两只重复一样的魔物，它就不会出。哦，是固定的，是不是？哦，好吧。像有一个任务是两只黏狗龙王，它就不会出。对对对对对。现在分两个，还要买左边还是右边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为什么我机会手断了？阿辉，你断了？要出机会手了，我再去加你就好了。哦，好好我现在讨厌一首喜欢的歌，把它设闹钟的。对啊，当时就有人讲啊，你想讨厌这首歌，把它设成闹钟就对了。没错。哎、欸，我的 Steam 断线了。今天死定真的怪怪的，我原本想说啊要开台了啊，死定又连不上，现在起来欢，是在欢哦。昨天、欸、前天就在欢了，我的 Steam 他不让我云端同步啊，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困扰我们一个月了，就很烂啊，他的伺服器不知道是炸了还是什么。对啊。哎、欸，你的 Steam 也断了是不是？我找不到你的大屏啊，北七哦，因为我没上线啊。那就是你也断了、啊，我没有断啊，来再找一次，哦、我来搅了，搅了，搅一下搅，我们要偷偷摸摸的，没有偷偷摸摸的，自己会断掉，有的搅到你了，对不对，米兹给达，米兹给达，越早，就魔物那边有一个比较便宜和比较贵的，有什么分别哦？一个是那个，你单纯只是买，你是买多少元的？因为你那个 DLC， 先讲那个 DLC 哈 ，DLC 你要买这个那个崛起的本传游戏。那如果你买的这个还有比较贵，那就是有送那个狗狗造型啊，还是外观造型那种东西。那个啦，那个比较贵的，你看一下繁星的发型。不是，我这发型是另外买的啦，白痴哦、喔。没有啦，那个马尾是比较贵的那一包、啊。没有啦，我马尾真的是另外买的啦。是吗？真的啦。我买比较贵的那一包有马尾呢。啊，可是没这么长啊。有啊，我的跟你一样的发型啊，你看我的，你看我的。我看你，你就是有买啊！你看你跟我，你就骗，你就骗，你就骗！你看你跟我一模一样，妈的。一模一样，就比较贵的那一包、啊。好吧，那听他的，听他的，听这个魔物三十年的大佬。我不是说 DLC， 我说本传比较贵的那一包是有这个。哦就插在这边了、啊，就没插、啊。豪华版，对啊，是吗？就是他有送其他东西啊。啊，如果你真的还好的话，你就买便宜的那一包就好了。然后趁现在还是有特价哦。哎、欸，等下，呆鱼你买得了吗？买不了吧？输了。欧元爸爸怎么了？你去拜拜不是吗？你不是去拜那个五爷？怎么了？我疯狂刷到民国龙王的大金，难得半价，没有，他已经开始就那个啊 ，DLC 出来就开始半价了啊，常常半价了。他上次就半价，已经推过几个人入坑了。有啊，我就是上一期半价入坑的玩家。现在有特价，没错。我是说你讲输了哦，没有，我没输啊，我只是妥协了。我们现在在比谁先刷到。对。对，现在是我们两个在约会的时间。可是他可怜，他生病，在陪他玩，不然他快不行了。我快不行了。我一直进去伸懒腰的、欸，在干什么？我看你们玩破晓内容，再考虑看看。我没有，你说 demo 还没有，我还是不想玩。
欸，破晓的那个 PV 真的很香欸，没骗你。嗯，暴政特工也很香啊，结果嘞，土狗小干，打过了，打过了，加滚，免狗大赢，干，跟抽光遇身高一样哎，鸡掰，啊，光遇还要抽身高啊？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赌自己想要身高啊，啊，赌，对啊，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角色没办法自己捏。你只能比如说去完成魔好叫魔物猎人好了，每个礼拜去完成一个东西，完成之后才有一些些点数才能去买一个毒身高的东西，然后喝下去你那个你之后就是持续这个身高，直到你下次喝那个位置。哦，那这样赌到很歪不就很爽？对啊，所以我们都是一次集很多罐，对不对？至少你还有个扣打在。补歪了之后还有的救回来。啊，那个是身高是真的差很多，很高。差很多啊，对啊。我看你很矮啊。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像你看现在魔物嘛，就是要现在到高度是到屁股而已啊。矮人主位。我觉得那时候很好笑啊！你强虫记怎么招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肌肉记忆，就打一打，看他倒地就自然而然接下去了。过年被骗买魔物，结果只剩下我玩。你那时候不是就是说，我那时候看好像你 po 文还是谁 po 文，说最后手还是痒的买下去了。然后等到大概我们四五月开始玩的时候，三四月的时候开始玩的时候，又回来玩，看吧，冲动吧，当时不听 HTT 的话，说太早买体验不到什么，我都有在听。内容真的很少，所以太早买了，真的玩很快就结束了。那你到时候你玩的不是也玩了没几个礼拜就不玩了？我吗？啊、没有啊，我玩很久哎、欸。我看你跟杰克他们玩没多久沒，是他们玩没多久就没玩了，好不好？而且他们常常满人，我都只能自己玩。哦，对，好惨哦。那游戏就四个人，因为四个人游戏就很尴尬。那边如果超过五个人喜欢玩这款游戏，一定会有人被隔开啊，不隔离。真的没办法。对啊，而且现在集会所又是只能四个人。对啊。他不像世界可以集那么多人。看一下哦，待遇敲我。哦，待遇比较贵的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哎、欸，什么意思啊 ？HTT 啊？帮忙看一下这个。应该这个应该就是豪华版吧，等一下我贴给你。下面那个应该是豪华版吧？有，还是只是插在那个太阳，有太阳跟没太阳要插那么贵？底下那个是豪华版，第一的那个。对对对对，哎、欸，那个待遇那个不用买太贵的啦，那个不用花冤枉钱买那么贵的。对啊，第一的那个豪华版就是。狗的外观有一个手里剑跟猫的外观，然后我们头的这个发型没了，就这样。所以其实可以买本体就好了，不用花多花钱。对，是蛮希望大家听能多人。对啊，这样跟世界就比较好用。对啊，不过我觉得它不会改了，应该就是四个人。对啊。估计哦，共生都还超过八个人，而且下个版本有边缘人模拟器，你可以找 NPC 帮你打。啊靠！要我是不是按到那个叫路人进来的东西？没差，反正你马上就要跳了，管他的。没错，没错。
我觉得考虑到 Switch 一定不能再多了吧。可是 Switch PC 是 PC， Switch 是 Switch 啊，对不对？他不能 PC 跟 Switch 连。好啦，没事啦，等我们等下次的魔物猎人吧。下次的魔物猎人了、喔。对啊，五年后吧。不会那么久啦，不会啊，也是2024、2025。好啦，等你小孩生出来了，我教他玩魔物好不好？我说你爸爸以前哦，厉害的嘞，教我怎么玩麻毒刀，麻毒刀不是你教我的吗？而且还被你预测到了，被你纠正了，我气死，难过死。结果我打脸自己耶，怎么可能会有麻毒刀？后面就出了一把。儿子一把还出龙给你看，对，嗯，爱千年鳄鱼，夫子也是四人，啊，没办法，难得宝可梦已经又有开放世界回来玩。哎、欸，对，宝可梦，他那个四人模拟是吃房主的还是四个人吃自己？怎么可能是吃自己的？一定是吃。哦，你是说像剑盾那样子吗？对啊，就是你连过去，我是帮房主玩，还是我在房主那边抓宝可梦，我可以带回我自己的地方的？不可能是帮人抓，太坏了吧？好啦、啊，到时候才知道，對啊、就叫你进来当劳工，对、啊，当那个跑路工的、欸，对啊，很干哎、欸。哎、欸、呦，真的很期待、欸。那其实之前就很期待是阿尔宙斯是大家一起去打那个的。对啊，我那时候也以为阿尔宙斯会因为开放世界了，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有朋友可以一起进来玩。对啊。四个人抢一只吗？哎、欸，还是跟 GO 一样啊，同时抓啊，有没有？我没有玩 GO 哎、欸，我不知道。我是。前阵子我家附近有那个补给点，来回来玩，然后最近又打开又开，哎、欸，又多一个补给点，太多补给点了，对吧、啊？那时候日本人就说，哇，最喜欢台湾就是到处都是补给点。我们因为我们太窄的关系吧，地太小了。魔物听说明年就有可能出了，哇，太有效率了吧？因为魔物有两个开发团队啊。哦，买吗？啊，这次如果真的出 Switch 上的话，不要买。你不要给我买。真心推荐你，只要魔物出在 Switch 就不要买。你旧硬看会坏掉。哎、欸、哎、欸，免小免小免小，来来来来来。哦、oh, oh, oh, oh.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我要离开这游戏了。哈哈，等一下、喔，猎人笔记，大型魔物，对，免小，耶嘿，我来了。您是哪一只？是有差哦、喔，蓝色的，蓝色的，紫色的是土，蓝色的是棉，土蓝色，对，土蓝色。哎、欸，啊，你觉得珠子的那两只龙长的轮胎啊，是轮胎的啊？就两个轮胎啊，一个轮胎，一个火箭啊。对啊，我觉得很丑哎、欸。要不是因为都市女博士，不然就玩死了。對對對，女博士跟劲敌都很香哎、欸。对啊，都吗？都的话都是女的，是不是？好像都是女。往我想冲哦！这样冲没冲啊？晕啊！
小金八十九。连狗罗写成一滴，滴滴滴，被碾过了，笑死！而且风车的是不是有一个延迟动作？还有一个有啊，甩完之后会再多甩一下，那个没有伤害的那一甩，后摇很大。僵直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啊，就这样子啊，手会开开的，所以不喜欢用了，所以伤害差了一半。然后降虫回的速度比真龙拳快一点。下班哦，对你一点了。我到底要出几版皮卡丘？今天又多了一般不同的，抓到好烦哦。对啊，怎么头上有花，戴帽子啊，还戴花圈啊，有的没的。啊，每次要把它送出去给博士，就说：“你确定吗？这个是稀有的宝可梦或是神兽哦？”确定，确定，确定。皮卡丘当然是神兽啊！我那时候我已经放生掉已经几百只伊布了，因为那时候我的箱子里面已经有300只伊布了，想说不放生，再不放的话，我要再花钱去买一个扩充包包。啊，那个要买哦？会啊，够啦，它是一好像一次就加25个还是50。那就一个费用，然后有个上限，很快买满，都占满衣服。还有那么多衣布干嘛？啊，就囤啊，囤积啊。可是它进化就那几种形态而已，还有好啊，就囤啊。OK， 看一下哦。哎，你这是魔兽，点的吧？这两个第一个是魔兽世魔物世界，魔兽世界，魔物世界，魔物猎人世界，跟音乐，现在，哎，是前年吧？前年没跟。那下面那个你可以想象是宝可梦，哎，另外一个那个是魔物宝可梦哦，魔物宝可梦。就是他可以偷蛋回来，不然去对战啊。哦、oh, ，sorry 的那个，那个是猜拳回合制游戏啊，类似养宝可梦，对，类似类宝可梦，对，他就是要去那个偷蛋回来，还有手抽，类似有点也有手抽成分在里面。我买好了，你买什么？破灭之翼是吗？不知道哎、欸，哇，那叫破灭之翼啊，不是一个熊火龙的背。Sorry。哦，带鱼买了哎、欸。哦。感谢卡普通啦，我知道金丝子是软针的。
啊，我现在是刷什么什么大什么小？你可以刷别的啊，看看啊。年狗大。可是、你是什么？你缺什么？缺独狗龙的大而已啊。哦，独大哦，还有什么是独大的？一只独大。独大。你可以刷上面那个啊，前那个白兔兽加呼噜呼噜，可以刷。哪一个白兔加呼噜呼噜？就那个用心学习侵鲁，上面是千变万化剑，那个也可以刷大耳机。啊？啊，不是你不要独大吗？我想要独大，我自己刷、啊。你可以先换刷别的，不然怕你刷腻。哦，怎么会腻？哎、啊，那今天就要比谁先把毒大刷出来啊！我、哦、来啊！你也剩毒大了吧？其他都刷完了、啊，三只。当然咯，没有啦，當然囉，我的没电脑。谢谢。没有中，看，我以为中了。要先，我们要满怀感激。感谢的政权每天挥出一万次，你看，很猛欸，那个谁，富坚都已经，那什么，他挥到富坚副刊了，对他副刊了，我们怎么还可以堕落下去嘞？我估计他副刊个两话又要休刊了，两话一话，话吗？那时候就有人在跟我，我忘记是谁跟我岔赌，说什么富坚回来，他说话三话还两话。我怎么可能一话就结束了，好不好？果真一话没了。啊，对，还有说什么那个第十四王子不是那个吗？都已经会走路讲话了。在船上都已经会讲话了，还没下船。番茄的话，番茄的话是，我、到那时候是说要陪我玩呐、啊，因为那时候不熟，然后还来跟我一起玩，庆安安。还有机会哦，独狗龙王大赢。受注可能的 quest はこちらです。我看一堆人说是因为尾田休息，找不到代打，所以找富坚回来画一画。他撑太久了，不行，尾田真的也拖很拖欸。拖啊！钓主，你要不要把聊天室往上拉？我看打什么，怎么打什么？打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帮我关掉好了。ごきげんよう。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啊、大赢哦！上班午休偷看 ，Hello， 洋洋，叫你洋洋好了啦，外面是讲英文都不会念。他是 Holy Sheep 哎、欸，对啊，Holy Sheep。啊，你有开台湾怪是不是没在看？看什么？我吗？啊，你昨天开台湾，我有知道啊。你在跟我讲话吗？啊，你在玩怎么可能不知道？哦，番茄哦，番茄怎么会不知道？我那时候还跟番茄在干年狗大。我们是要读对不对？没错，你歪了。拜拜。那时候本来还想跟拐安妮过来玩，安妮，但他那时候有太多东西要玩，而且没有时间了，所以他放弃了 PC。面狗大。看番茄啊，他都不知道，我不想看他，不要看他。
先够硬，够喽。啊，讲一下，现在就是刷那个体型的大跟最大跟最小。啊，因为有个成就是这个东西。那当时魔物世界，我很有耐心在刷，但这个我真的觉得还。可怜可怜我，陪我刷的，好惨哦。哦，独狗小，有了，就是你那边了。下一场就大了。预感来了，我觉得他是有二十分之一的几率呢。我看来看去好像是这样，还是三十分之一？怎么会算？不知道，刚刚是120，然后有到89啊。我们是打什么？宝。宝。嗯。已经刷到忘记是要打什么。我接到灵佑龙王。是新第一个任务啊。对啊。我是刚好有读过看一下。你可以刷那个啊，反正你其他都没有啊。对啊，所以我顺便看。层层包围的旋风，当时靠片手剑打上来也是很猛，片手真的很猛。我那时候看人家速刷，都是带着爆筒，然后用升龙拳疯狂刷魔物，很痛哎、欸！叮叮叮，就打下去，叮叮叮，那个不是吗？对啊，对啊，而且晕眩值又高，真的很强。所以我才放弃了那个穿刺，再加上尾巴有时候太高打不到，很不爽。真的，手真的太矮了。你有没有让我拿带太刀的刀？星辰安安，我没事，看错了。干嘛呻吟？没有，小金看错。ホムラの加護がありますように。看成大金。说我才被关第四天，我已经觉得我是个废人了。你已经四天了、哦，其实我礼拜一被关了，关到礼拜四啊，真的很废、欸。啊，你们这种是不是就不能以后不能出去乱跑？还是结束后就可以跑？没有啦，如果结束的还是可以乱跑。哎、欸、啊，我有认识一个护士，他是不能乱跑。啊，什么意思？就是他确诊后。就哪都不能去了啊！还好了，但是他还是就是哪都不能去。啊？怎么可能？我讲的啊。还有可能？不知道医院规定的还是怎样？那应该是他们那个医院有规定。不知道哎、欸。啊，法规规定好了就好啦。嗯啊。对啊，哪有不能乱跑的事情？现在不是说你确诊后两天验，如果阴性，好像还可以上班，还是可以上班。如果验还是两条，我今天验一样两条。嗯，啊，擦鼻子会真的会痛啊，很不舒服啦，倒不是会痛，
是真的要往很后面，我还没快塞过。哦，你还没快塞过？对啊，就是你要嘟到很里面，至少要进去个四五公分那么深。嗯，哎呀，这样你要顶到鼻腔啊，会真的很痛。哇，怎么想都好兴奋哦！哎，我们打了，我们不是十二点半开始玩吗？对，一个小时了哎，这个就很耗时间。我昨天刷了一个小时，也才刷到两只的大小金呢。哇，这个就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其实还好哎，比我那只裂空做设为还好开心好吗？哎、欸、干，我那时候不是跟你，我那时候不是传讯你跟你说，我就看看是阿尔宙斯先出还是我的那一只瑟薇先出。嗯，后来阿尔宙斯出了，他没有出。我也是啊，我的裂空座也很没有出，就放弃了。那、啊、节操不是100只就出了，火鼠40几只就出了，你还不叫火鼠把它传给你？我有讲啊，我说谢谢火鼠啊，回我什么东西？大英帝国啊，龙翁龙好，会不会很难打、啊？感觉就超烦啊！那时候我觉得还好，当我换了片手以外的武器打他之后，哦，真的好烦哦！龙翁就烦，烦到不行。哦，有预感了，要出设围了，要出设围了。哎，设围是不是？突然刚发个呆，好像看到小银出小金出现，什么小银？那时候就这样，我突然感觉有设围了。哦，没有了，没了，一切都是错觉，真的。刚刚就先预告讲一下，如果真的中的话，就可以捡精华。然后每一次进去说，哎、欸，有了有了，有预感了，有预感了，这场就会有了。每一次都这样讲，精华就是这么好捡。对啊，你从来不知道后置的威力有多大。但有图有不一定有真相啊，有影片也不一定有真相。至少这个笔刷设为还好吧，啦，不用重开，不用重新读取。没有啊，那是因为 Switch 的机制太废啦。要关掉游戏啊？有什么关掉？很累、欸。所以那时候就说，平均一只抓一次设为遇到就是大概1分钟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刷100只裂空座，然后就开始打字嘛。我整整也是刷了快一个月。那时候有也有4096以上了啊，而且我私下还有自己在那边刷，已经超过啊，对吧？哇，干五 G 传染，我喉咙痒痒的。哎、欸，你小心，完蛋了！哎、啊，你咳一下，我忘记怎么关离开游戏，不是离开。该出来了吧，115了哎、欸，太久了吧，两个人呢、欸？ごきげんよう。受注可能なクエスト。那时候世界好像抓蛮快的、欸，因为那个啊，那种紫色的那任务是啥？色是紫色的狩猎任务啊。就是不是有分一般，然后蓝色、紫色，再是橘色，上位不是上位，上位还有一个啊，就是打那个
不会掉素材，只会掉那个宝玉。哦，嘿嘿嘿。对啊，那个的话是出大小金比较容易出啊。我都接那个在接的啊。所以都去捡，看到主机都去乱捡，然后看到有那个任务里面有黑角龙，就冲过去玩。那就真的是拿，就真的是拿那个什么，超虫棍那边量尺寸。你昨天可，你看你昨天跟月月玩。我？对啊，他说你，他说艾克。我在打那个绝，我跑上去打了一下绝音，结果打了一下子头就痛了，就没玩。哦、昨天头真的是爆干痛，可是又很想打游戏，就是起来打一下，然后痛了又躺回去，感觉好一点又起来打一下又躺回去。老了啊，老了，真的老了。老了，老了。哎、欸，你打疫苗是不是也没什么症状、啊、我只有第三剂，发烧而已就没了，发烧半天就没了。那感觉你就算中奖也不会有什么症状。我打疫苗的时候症状超严重，也是跟重感冒。你是打什么啊 ？AZ 莫德纳。我是 BB 莫啊。我是第一季跟第三季都是很想死的那一种，干双赢，有机会有机会来了。我想说哦，都没症状都没症状，然后有一天是半夜在那边画画，画到一半发现说，我好像发烧了不对，好像感冒症状来了然后聊天说赶快休息，赶快休息，晚安晚安晚安这样子，哇，要这样子吗？然后讲到开始很呛。对，我在想说，其实我搞不好已经得过，不知道。有很多人是那种有得，但是完全无症状的那一种。嗯。哇，自己快筛一下两条，不是什么症状都没有。啊，原来我得到了，原来我得了。哦。哎，平时难过是这么难过的吗？真的，我其实平时就已经过得很难过的生活了，所以这一点症状对我来说还好吧。你打完第一剂啊？对，你不是有药物过敏吗？午安，晚上好，下午好。我们是要独大对不对？对，独大。好，一档独大。独，一只独大就好了。好，不要求太高。真的。小金不知道刷几只嘞，怎么都不有大的来，大的绝种哦。好去了，我先刷一下另外一个看看。好，你继续。打针过敏很难受，打完数了一天。打火鼠哦、喔，打火鼠打了一天。哇，表示你还很年轻哎。我听他在放屁。他说打了没症状的都是屁。我打第一季是中风的那一种、欸、你中过风哦、喔？因为我打第一季啊，我早上起来哦、喔，六点人就醒了，身体不能动，哦、你是很明显觉得完全很像中风，就是完全不能动，鬼压床那种感觉。可是你身体是醒的，嗯，完全不能动，就躺在那边。96那时候真的吓一跳，我想我真的是不是中风？嗯。又后来过了两个小时，就开始身体就比较有力气动了，不然我真的爬不起来。那你觉得像被车碾过吗？全台每个人都被车碾过一样？那倒还好，没那么夸张。
而且我没有被车碾过，所以 我也没被车碾过啊。啊，怎么全世界都好像被车碾过，都这样讲，被车撞过，被车碾过一样。一堆人都被车撞过吧，我倒是没有。对啊。就那时候我就是打完疫苗，说哦，我是好像体验看看是被车撞还是那种重训结束那种感觉，肌肉酸痛还是什么？哎、欸，可是那个重训的肌肉酸痛又跟那个打疫苗那个痛不一样。对啊，有那时候第三剂打完之后，觉得那时候是感冒的酸痛了。我还想说，哇，你这要刷哦，每只魔物都打哦，太猛了。有啦，没想到你也当了赛亚人。又当赛亚人了，这一代没有像那个世界让我坚持那么久，坚持不中。果然，人会变的原因都是东西先变，东西先变了，爱会消失。三鸟小金，三鸟小金，三鸟不是有大小金吗？大中小金不是吗？三鸟有一个任务是大中小金都有、啊、那个那只有不是吗？对啊，那我跳掉了。你不玩嘞？又跳啊？跳了。我说你跟我讲说三鸟小金啊啊，所以嘞。我说你没有，我就可以顺便。你想表达什么？你想一下，闪鸟小金的那个任务是什么，好不好 ？OK， 好好低哦，闪鸟的价值，真的是哦。然后那时候也是一个人自己打，有什么那么讲的那么寂寞？你们班打完疫苗都没事？你是接第一个任务吗？我第一个任务。你现在是接哪个任务啊？我接那个、啊、白兔兽加呼噜呼噜。哦，啊，总会出现闪鸟。啊，第三只魔物是随机的、啊。各形态皮丘感觉不包含重复出现，观看就想你太 FB 是不是？让我看，我看看。哎，放弃够了啦，太大都没玩了。哇，你太多只了吧！天哪，3 1 2 3 4 5 6 7 8 9，27的形态太多了。啊，皮卡丘？对啊，就是宝可梦 GO 的皮卡丘的形态。太多了吧？好恶哦、喔！啊，那个是都是遇得到的，还是都要花钱？不是，就是像比如说现在这个月可能是什么暑假。又来出一个戴墨镜的皮卡丘或戴草帽的皮卡丘这样子。哦哦，那哦那还好啦，我以为那个都好。好，至少是免费的。啊，莫德，那他们说打完还边就没那么累。开始怀疑，真的有色尾吗？真的有裂空做色尾吗？根本没有，根本没有，那些抓到的都是开挂的。我觉得都是改兽，都改兽。ご用件をどうぞ。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ホムラの。戴小只帽子皮卡丘就好，对啊，不是还有帽子还不一样花色的，二P色帽子，
刚手滑去纹的两只脚都很香哎、欸，然后说不是很像跟哪个 V 联动吗？完全就已经跳脱，很像雀魂会有的东西。好想吃炸鸡哦，好久没吃炸物哦。想吃啊？我也很久没吃了，我要吃啊！要不我的痘痘，要不我的那个囊肿啊？哎、欸，莲幼龙金冠哦，可以打、啊、来啊！有饭、啊，那药还没好、哦，那不是开了一阵子？开了啊，就只是疤还在哦，在那个啊，就除疤的。可是我那个隐形胶布贴不上去啊，脸太油了。哦，好惨。对啊，是痘痘肌啊。我到时候会跟两个台币玩这款，一个是西亚啊，一个是尤里。没有，我知道你不认识，我跟观众说一下。我知道你在跟他们讲，因为我都不认识。哇，那么大只哦！而且超防棍的那个骑乘值也其实也很高哎、欸，你好骑龙的感觉，嗯。哎，还那么短。好奇皮卡就在哪看二十个形态啊？看要多了，我是在那粉砖上面看到的。你们要看吗？我截在，可是图会很小啦。我等下截在那个 DC 群。等下跳出它消失的瞬间，马上跳出一只什么绵狗龙还是什么龙？大丁，可能呐，我一定叫，我一定尖叫给你。啊，绵狗龙大金就大金啦、啊，都打过了，大金小怪的，大金小怪啊，看一下哦。我说感谢欧元爸爸提供。哇，欧元爸爸是一张一张贴，不过图真的很小。看一下这边哦，
三张三张皮。我贴life区哦。嗯。好小。没办法，太多了。它是每张每张图，每我不能每张每张存啊。不然你按那拉到 Chrome 放大看，其实看得清楚。戴墨镜牛仔帽也太好笑了吧！那个是欧元爸爸的宝可梦，是宝可梦大师。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好啊，我也舍不得放生，到后面真的太多了，多到我觉得哦，感觉一点都不稀有了。就各留一只不就好了？要留那么多？对，就各留一只，但是还是很多。哦，有点泛滥的感觉。对啊，泛滥，泛滥，泛滥，就最烂，你最烂。一奔萃取液，喂，好喽，呼噜呼噜大金来了来了，一定到一定到，我们可能会缺席嘞，看一下我那两只差什么，白兔缺大，好。奇怪龙大小，用 OK 哦。哎，我吓死了！我想说我黑画面了，还在偷偷加一些神秘料理进去不给我看。小魔女哆瑞咪的咒语，啊！等一下，哎、欸，真的很烂哎、欸，浪费我两个小宠。那、欸、不都起狗吗？怎么不起狗了？我在刷那個，我昨天在刷那个蛮乐龙的，那个什么瑞雅哦，哦，想要带猫到猫猫，结果一旁也只有一个，很可怜。不，云又在我面前消失了，那个云，那个雾，那个雾。哎呦！对，他也会叫。滚！哎呀！哎呀，还有一次！哎呀，完了，太久没打这只了。叫爽呢、欸！滚！啊！欸、而且他那个我装了翔虫能手三，还是 CD 蛮久的那个神龙犬。所以那招不能乱敲啊，啥啥的。我好像就是防御的时候是不是敲一下啊？哦，我也没有乱按啊。那，哦，哎、欸，有中到哎、欸，好猛！哦，快车，道士最强玩家。道士最强玩家怎样？
你都能飞。最会造势的玩家哎、欸。哎、欸、哎、欸，这个是够了。哎呀，练太久了吧？哎，跑了！跑了，跑了，跑了！我要吃爆！干！哈哈哈哈！吃不到，吃不到。嗯，一个而已，一个而已。团体努力。有新的乌贼啊，那個、贯通乌贼。你说后面哦？就是那个 demo 有一个新的乌贼啊，就是你把那个魔物引到那个乌贼行进的路上，它会一直贯通它。哇，哇，好嗨哦！好笑。白烂咯。哎、欸，对啊，我以为升龙拳成功防御后，翔虫会 CD 变短，那就没了。没有啊。哎、啊，好失望。那时候教我玩这个的时候，你干脆去玩太刀好了，你挡这么准。真的、欸。比如说我挡很准，你干脆去玩太刀好了。真的啊。间切成功的奖励还比这个好，对啊，黑圈我没有，然后是我卡了，你看忘了吧，忘了。不要被抓，不想打，不想打了。哦，好、啊，闪。对，要打，再离开。算了，不要打吧。从任务中归来啊，保留取得道具啊，并完成。从任务中归来。我回宫再跟你说。我陪你。真的吗？我要同进退，没有就没有。没有就没有，应该会有啦。没事啊，我上次记得我有一次跟你们刷什么龙，我结果自己跑掉，不是吗？我记得按重置任务应该就没有，然后任务中归来应该就有，有啦有啦有啦，有，好，可以刷。你是刷哪一个啊？我刚刷的是白兔兽加呼噜呼噜那个。不然赌狗龙一直不来，真的。
我已经心灰意冷。奇怪龙金冠靠腰，又来了。我走，我走。奇怪龙大量发生，大量金冠，大大大量发生，大大大金冠。奇怪龙六周年，我投个蛋。好。になさいますか。通常开刀多久伤口比较可以碰到？比较可以怎样？可以去摸去弄。两三天后看状况啊，每个人复原状况不一样。因为已经结束也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了，可以了啦。因为那时候就不敢起眼的时候用力去戳刀。照理说，你一个礼拜后如果状况良好的话，就可以洗脸了。啊，他是对啊，他是说可以沾水了啦。对啊。通常是术后两到三天啦，不要碰水。我一个礼拜没碰水，好难过。那时候脸一定超油，油爆！我都只能拿这些东西慢慢擦哈。那个呼噜呼噜小金，哦，来了，在上。主播啊，主播再见，好，斯巴达拜拜，安安。在干嘛？安安再见，拜拜。我去买个肉好了，烧个猫票，票不够了，还有80个，蛮多的啊。我那时候看到你完成的那个烧肉任务，猛吧？猛啊！烤看过那么猛的？他们在打魔物的时候，我都在烤肉啊，我很棒。是啦，那些找你一个，他们也玩得很开心，不是吗？他们根本不需要我啊。对啊。多一个，他们间接几率变低，对不对？什么鬼东西？猫猫饭。万能料理蒸肉16 嘿繁星嘿你在哪啊？那个后面的那个洞。哦哦哦哦哦，看到了。我其实不知道这边的洞在哪。哦，这里哦。哎呀，那边有个小路可以进来。你们想冲？
哎呀！他去倒莲幼龙王啦！水小，真的是水小，还没中到，丑，还电不到，真的丑。被知道了，没面子。哎，被你打爆了！哎呀，他蛮进切哦。我在 GP 啊，我在格打。你在笑？不是，我知道，我知道他要用。你别笑、啊！哎呦，你别笑、啊！哎呦，抖音看很多、哦。鱼，好多的鱼！广告楼怎么不急呢？我要鱼，为什么他往那边转？哎呀！哇，好歪！鱼又来了，鱼！哎、欸，跳走是怎样？哎、欸，为什么？哦，打得好！还睡不着，可怜。你要抓吗？欸、可以抓，欸、可以了。啊，我忘记你。哦，被电下来了。一下。好了，走了。从任务中归来。按错，我记得你有一次按错就没了。啊，那时候好像是刷那个啦，黑龙吧。我拿到手啊，不是。那个什么黄皮龙，然后眼壳，对，天地黄皮龙，然后眼壳，然后就直接冲回家啊！我什么都没拿到。それではまた。ごきげんよう。ごきげんよう。いらっしゃい。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ホムラの加護があります。可能なクエストはこちらです。
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怎么了？怎么了？没有，我听见了。我好像是什么状况？忘记要按什么？讲一下的声音。我找个任务开啊，不一定要开。那些、啊、那个，那你就随便找个任务开啊！哦、我是很随便啊，是吧、啊？乱开乱开，说不定乱开就开到了。你是说，比如说开像这个吗？可以呀、啊。哎、欸，这种高难度两只在一起的，好像比较容易抓到。看一下哦。两只在一起，我们就赌那一只是唯一的那一只吗？哦，出现个金了，金狮子的金，好悲啊！我好久没看到。感言词是有那么快哦？首领的大金可以刷那个高难度的，那个好像必定大金。高难度？对啊，活动有高难度的那个首领任务。啊，有首领的哦。有啊。首领大小金也算在里面吗？算，干。大小金就只有风神、雷神跟白龙、渊源那一只没有、欸。我高难度都没打哎、欸。我的活动全打完了啦。活动吗？对啊。活动有高难度的首领任务。你怎么强？没有，我也是吃火鼠啦、啊。火鼠那么强，火鼠太强了。哎、欸，火鼠怎么没带我？好扯。没办法，火鼠排挤你，不是我，不是我。哦，好啦，没事啦。全部怪给他、欸，趁他不在的时候，好惨哦、喔。真的哎、欸，罗林火龙金冠。对啊，你一开进去就是大小金，哎、欸，大金的。真假？他在。没事啊，这个火鼠在，这个等完了，跟我讲坏话被烤腰，这个等那个破晓回来再打就好了。不对，我们拿着神装回来，把他们按在地上打。真的。不知道破晓的装会不会跟世界的一样好，不然是。换世界装好到不行，然后这边的装烂到不行。冰原吧，然后活动的怪墙上一个等级，例如那天辉龙跟天辉龙，天辉龙还好啊。我啦，我觉得天辉龙还好啦，会趴着就好了。你只要会趴下，天辉龙就没什么威胁了。非夫可耻，但很有用。各种秒杀，我知道啊，所以我不会去打、啊。他还好，但我不会想去打他。就像山上的金狮子一样。有，我上次跟火鼠他们跑上去打，很好玩的、欸。啊，有赢吗？有啊，有赢啊，总分输。我不信。前面都挂火鼠两个字了，你觉得会输？我进去。就看看你们怎么赢。对啊，好了，你们要在我到达之前赶快击杀他，不然死的是你们。太难了吧？你们有三次我到达的机会。我们要在你来的路径放一堆爆桶、欸、你一来就先爆，然后让你下去。
这个没有办法的，你知道。好，欧云爸爸，拜拜。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雅思安安 ，Hello， 有看你最近在玩了，我现在在刷大小金。我昨天好不容易把任务都打完了，有啊，我昨天其实有看你在隔壁群，然后开着游戏在玩。啊，你们在干嘛？我还是都会偷偷摸摸的去看，跟变态一样。我就是个变态。你 HR 终于破百了，恭喜恭喜，终于可以即将迎来我们的那叫啥游戏？破晓。嗯，好像只用打完雷神龙就可以打破晓了，好像不用破白哦，不用破白哦，不用打，不用开天辉龙任务哦，保险起见吧。被偷看是我毕生的荣幸，哪有啊？你好几生的荣幸了，你看一眼就一生是不是？那这三天我可能看了好几眼了，我要看一下，嗯，哈基群那边哦有谁在啊？啊，影院群那边有谁在？要到处乱看，到处乱看，对啊。对吧，啊？就是不知道接破晓那边是最低要几分，还是有什么主线要到哪边？不知道。我记得那个他们那个什么官方说是雷神龙打完就可以了。哦。啊，没差，啊，打到100等有天辉龙可以玩啊，还是打到一百，啊。有天辉的装备。不香吗？香。虽然之后可能用不到了。对。再过几天，14天，再隔离个两次，对，再隔离干干嘛啦？我现在很怕，我礼拜一验了一下又是阳性的，我真的很烦。再打好不好？更多的大小金等着。我不想。然后完全不知道怎么闪天辉龙的。天辉龙的袭击每次都被砸死，没有你就咔冲上去嘛，然后可能会掉咻咻两次嘛，然后突然是红的时候就开始赔就付就好了，对啊，就赔付绝对，对啊，反正不会敷，画面朝自己，对吧？画面朝别人，角色往自己敷。不然就直接丢回家狱，很快。洋洋安，欸，喜洋洋，你是不是喜欢男生啊？我就好奇问问。不好意思讲没关系，你就回个干我屁事就好。贝西摩斯和名词这边有天会赫顿牌的招好物，对啊，我那时候年狗小哎，欸，好妖，我那时候就是他们刚带哈基他们打，我也是想说啊。好像是我第几次打而已，还是听声音就用飞扑的。啊，打赢！集会所へようこそ。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会尊重你的取向，对啊，我们不会嘲笑你，我只是好奇，想说怎么会有男生喜欢去吃女生的东西。哎，啊，你又说你对青椒没有兴趣，那，啊，莫非
只是 gay 蜜，没有啦，闺蜜，把他当个好兄弟，把他把你当好姐妹，然后之后就合情合理。哎、啊，所以还人家巧早餐钱了没啊？吃人家三年的早餐，你错过了什么？没有啊，问你的隐私问题。我只是很好奇。马达多手，毒狗金冠，来吧来吧！干嘛中了？对啊，你不要，然后退出了。不要了，快点！竟然中了，太感动了！果然坚持在这张地图还是值得的。太猛了！这只毒狗龙盯了两个小时才出现呢、欸。哦，后面想睡觉，后面想睡了，想睡了，想睡了。哎呦，爱捆爱捆哦！哎呦，想睡觉了，想睡觉了。好喂！我那时候其实玩世界都是一只抓到我才肯想去找下一只。还是不来真的我生气。对啊，但过程中一直遇到其他大小姐。对啊。爱困哦，爱困哦，你是打不醒我的。我睡得跟个猪一样。哦，大力，大力，有没有吃饭？好了啦。哦，欧亚斯尼。我没开血量都不知道大小子、嗯、我其实也没有想要开魔物血量，因为那时候是忘记关，后来发现说显示大小金好像又不错，因为这一代对大小金的要求没有像世界那样子。想说等破晓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救魔物遇到大小金区也是有的，那、啊、就开着了啊。那最主要是看伤害啦，先玩片手剑，随便玩得很开心。那、啊、再来是就说啦，开始玩弓箭之后，就想知道伤害到底。亮，哎呀，亮你真棒！喂，我睡啦！哎、欸，猫宝拿去。讲那只鸟宰了吗？嗯，我就走。可以走啊。对，玩完就走。好啊。掉落物。从任务中归来。重置任务。耶、yeah, ！下一只，还有谁？还有谁？鸟龙玉，鸟龙玉，还在说啊，在啊，在啊。猎人笔记，大型魔物，招鸟。光鸟完全没有，青熊白兔，哎、欸，你帮我记一下哦，等一下会考哦。What the fuck？
年幼小，烧鸟大小，青熊小，白兔大。哎、欸，你念到我的魔物 error 了啦！我 error 了啦，我跳了。指甲大小为什么跳了？你怎么了？啊，他闪退了没？闪退清单。还有谁？很记呀。嗨，佩佩安安，我问过安安你了，结果他真的买下去，买什么？他还是有买哦。你说这次特价他买下去了是不是？哎呦，好喂好喂，就可以跟他联动了吗？就感觉很多人喜欢跟他玩哎、欸，我还是，千变万化的招式。哦，鼻子，一稀魔物啊，他买的，好喂好喂。如果我说我不知道呢，我不会怎样啊。我不会怎么样啊！我要干嘛？哦，你说，那个不好意思，你再开一下房间，我看不到你了，看不到我了。你的视听又不见了？喂，我可能我在线上啊。那你开，我去加你啊。啊，哎。怎么你那么容易不见？我怎么知道？我要搞神秘大厅，不是你搞排挤，搞神秘。排挤？搞神秘？不会吧？我等一下想想，我那个大厅还在吗？还在。嗯哼，怕屁呀、啊，再刷而已啊。他两个小时才出现一次啊！怕什么？再刷而已，又不是说不陪你刷，还是真的都很难跟你玩到啊！哪有？难得可以跟 HTT 大大玩到，真的是三生的不幸。三生的不幸，是啊。对，然后第四生动音卡了，这只猫不动了。密码一样吗？8787哈，一样。8787，8787距离有点远。你追87，总会有人这天生日的啦。87年8月7日，有哎、欸，真的有。有吧？有啊，一定有啊，怎么可能会没有？哇、啊，87年都已经20几岁了、欸。你跟一个女同学玩跳楼机，玩超疯的哦，好好哦。好。哎，记得我刚刚说的，我缺哪个大小金吗？莲幼龙。那什么？大金。小金。好，第一题又错了。再来。双鸟缺什么？大小都没有。对。白兔兽。大小都没有。那你刚刚白兔兽还大的，你白兔兽有个任务是最小的不是吗？哦，对啊，有啊，对啊，所以是缺大啊。哦，你打了。啊、青熊兽是缺，哎，都有啊。那么可爱，怎么会不打他？哈哈。哎，那你雷狼的你有打吗？雷狼也有一个最小的。雷狼，这其实能打我都会打、啊。哦，那有。看一下哈，雷狼哦，有一个超小只的雷狼人。哎、欸，我雷狼大小都有，你要不要看一下我雷狼的那个画面？等一下，雷狼的画面。OK。我再给你看钢龙的照片。哎、欸，赤甲兽大军。看一下啦，钢龙。看你的钢龙长得跟我想的不一样。厉害吧？我要一些意想不到的，我找给你看。首领青熊兽，我那时候跟他们玩的时候，他们在抢我的画面，我说走开啦。还有什么？
我觉得环境生物比较好，我先进去，我先进去玩。然后就在一起了，对，我看成然后就在一起了。来了来了，哎、欸，你没下来哦、喔？我还没下来，我进去吃饭了、啊。你完啦 ，BBQ 啦，完啦，完啦，完啦。他不会吼叫。有会动的石头，还很大颗啊！哎，还抽不到他哎，这样。哎呦！哎，被架了！不是很进来的。我们应该是怎样？你把两只关一起，我们关一起，是吧？打架咯，可以抓了，可以抓了。好，来了。哎呦，舔我！哎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啊，完了，我被撞！我丢！有！任务终归来。就玩到结算点数了啦！有一只安安，对啊，给你刀刀，不刀啊，给你扳手。坐倒，没有在陪朋友刷大小金，太可怜可怜我。对啊。哎，打字，有离子打字。然后继续看我们的相簿，笔记，环境生物啦，你要看环境生物才好看。你看我的黄金生，我的环境生物，我操，你的帅吧？黄金瓢虫很黄金哦。还有什么？预言鸟。这个好变态哦！哪一个啦？你是说羽蛇吗？还是那个羽蛇也太变态了吧？不是那个哇，屁喽！你胯下的鸟很大只。我还有其他的照片吧，我看一下哦、喔。别换照片。我还有啊，你想你就哪只比较好？太好，不太好。鱿鱼我一直拍不到、欸，你都拍到黄色那一只。这个全部拍完也有成就啊！真的假的？对啊。麻烦哦、喔。还好吧，我都拍完了。这个翔虫里面画面有三个东西，有我，有翔虫，还有雷神龙。对、欸，这个角度摄影师哎、欸，拍得很好哎、欸。你来我家帮、啊、我拍啊！不行，你还要四天。我可以去让你在家里
好好的艾鲁啊，就是这一张，这张才是开始那些照片的由来，就是因为这张类别兽人种，真的类别兽人种。那时候看你 po FB 笑死。好了，等一下，我的魔物不会又荡了吧？你荡了，我荡了啦，感觉好像跟我之前世界一样，要切画面看东西就断了。对啊，我只要一切来切去，好像就很容易断了。哎呦，哎呀，有离子人嘞，讲话。一次任务。真的是不能乱切。哎、欸，我也断了哎、欸。啊，你也断了？对，出现了那个什么中断连线那个东西。你有出现那个崩溃报告工具？没有没有没有，就直接出现一个小黑框，他直接把我踢出大厅。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哎，那我叫你再开一次房，可怜。我还要先开游戏的，可怜。那我完单，我开房。嗯。哎，线上游玩。我建立大厅密码，不给你们进来，你们这些坏坏。建立，哇，他也没有设计的像世界一样，从选单就可以选择要不要进朋友房间，对吧、啊？还要回去找那个笨猫。对对，通讯错误。我们已经屠太多龙了，不行了吗？怎么可能？真太好奇，是平时的十分之一的量而已。真的。灵佑龙王小金。哦，灵佑龙王毕业了吗？靠腰灿烂，同志归来。小金，我来啦！小金，吃饭，用餐。龙王好像都有了，你留龙王有啦？你怎么知道我留龙王有了？嗯，你讲的啊？有吗？我讲吗？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啊？我有了。对啊。然后顶多猜错，就是说你在骗，就没有，你在骗。是在那边哦，哭吧，那么远，算了，走过去。在骗。小心哦。哎、欸，我有看说什么黑石龙也要了回来是不是？是啊。好喂、欸。之前有打过黑石龙？没有啊。没有啊。又不是说之前有个哪只龙也是受了黑石龙才变身还是什么的，忘记是什么。我当时世界有看到。黑石龙变身没有、啊？就是因为受那个病毒啊。哦，狂龙病毒哦。对啊。
所以魔物好难打哦，我变成不死虫。之后都会有那个防龙病的，应该啦。不确定他会不会真的这样用。哦，这个也可以丢是不是？骗人，靠腰。想说他有出一个投资的，他那个什么房地板。对，之后应该更新黑石龙的家族吧。嗯，对啊，黑石龙光黑石龙就有三只可以玩。我觉得加一版很适合啊，就很欧洲那种感觉的黑死病。黑死病，黑死龙，也是这样。哎，骗子！还我，还我香虫！太小只了，很容易跨栏。哦，对，天辉龙。天回龙是吗？不知道哎、欸。天回啊，黑石龙，只要没有，只要克服狂龙病毒，就会变成天回。啊，没有克服的话，会变成混沌黑石龙。哦。就三只啊，他们家族。然后狂龙病毒就是，只要魔物感染的狂龙病毒就会变强。啊，如果那些魔物克服了狂龙病毒，它就会变得超级强。我就确诊后克服了疗病。对对对，他确诊后没克服就会死掉。Uh-huh. 他克服了，他就是无敌了。Uh-huh. 就差不多这样子。日々鍛錬。你刚问问题很尴尬，我妈在旁边。不是啊，她在旁边干嘛？她看你手机哦、喔。她可能开扩音啊，她看没有戴耳机之类的。那这個背景真的是要怎么哦？切换滤镜，我的画面。哦，这个是升龙机准备敲下来，可是画面太丑了吧。看一下这个画面，我光遇一下，回个火，动个心。白兔手，那你刷你的啊，白兔也没满吗？对啊，我就刷，随便刷。不好意思呐。你的时间不够多、哦，干嘛哈？在说什么鬼？你还剩下两三天，又要康复了，干嘛？听起来像在诅咒我，好恐怖！你康复哎、欸，可以可以，你要变成混沌黑死，我康复就变天回了，哦，很猛的，哦，那你天回会再变回黑死吗？应该是不会，不会的、啊。哎、欸，土沙龙小金，毒妖鸟小金来啦！土沙，
有饭，有饭，有饭。两只哎，好棒！哦，你没戴耳机哦，我很抱歉。哦，我就说他可能开扩音的、啊，在那边问。你儿子喜欢男生，这样就好了。你的机车哎、欸，嗯。他如果他的爸妈，他爸妈如果是比较早期的人，可能就会扁人了。不会啊，老一辈的都不喜欢啊。哦，也是啦。对啊。等一下、啊，太大声了。不是跟你儿子说，是另外一个儿子啦。你就说这个直播主有神经病，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就好了嘛。我没说谁，你爸知道你叫喜羊羊吗？讲出来。好肥啊！你爸知道你叫喜羊羊吗？没有啦，是另外一个啦，沸羊羊。不行啊。对啊。好小只哦！那是灰太狼。我知道，对不起。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你就好好跟家人好好澄清一下就好。没有，你儿子喜欢的是女生啊。他其实刚刚我说啦。啊，来不及了，都晚了。他没有，一定来得及。抓去哪里？抓去验一下吗？抓进劳改营。刚刚没学到，好，我没吃饭。你竟然没有挥最后一刀！你这个贱人，你一定没有想上。我直接磨刀。我想说你要打我，我还很下很慢下来，你知道吗？好爽哦！我想说空中了，嗯，你应该挥的最后一刀了，我可以挥了。我直接收刀开磨。我怎么死了？你怎么死了？我刚残血是不是？我不知道啊，你不是磨刀？我磨刀完，我是中毒残血吗？我去吃个饭。你好吵哦！我都不闪的、欸。我也没闪呢、欸，我也没还没喝水啊。怎么啦？我很丑啦。没事啊，我也很丑啊，脸上有已经有两个刀疤了。我是狮子王哎、欸，刀疤。狮子王是眼睛一个而已。你抓了，给他死！给他死！耶！最小尺寸更新。我家是经不起这种话题，我们家其实可以，就我爸妈也可以。啊？应该可以。因为我姐喜欢女生啊。哦。对吧？难怪可以。拜托，我阿嬤都接受了，真假？对吧、啊？阿嬤、欸，阿嬤，其实我大姐从以前就是很男性向，很中性啊。阿嬤要接受，感觉很难呢、欸。对啊，你阿嬤人好好，所以我才觉得哇，还不错。
哇，你阿嬤人真的很好。嗯。好赞哦、喔！你再讲下去，你爸就会怀疑了哦、喔。我说不是啦，就很棒啊。我知道很棒啊，因为这个是观念要改很难啊。观念要诶、欸，嘿嘿，中了哈。观念要诶、欸，怎么讲？人家就在洗脑一个宗教，有没有？这个宗教比较好啊，你一直以来的信仰还是什么，要说服自己听进去。嘿嘿嘿嘿嘿，这个停手。嘿嘿嘿嘿嘿。太狠了。对啊，直接没用爆筒啊，好可怜哦。啊，先看赤火龙的带 size。 如果没有 size， 嗯，哎呀，撑到那个过头，烂炮兵。我要跑了。哎、欸，没有了，他去滚泥土了。哎呀，这个皮在痒。干嘛？操！在干嘛？嘿嘿。你断了吗？我看他平滑哎、欸。哇，这是网路在搞。嗯。还差不多了。再刷下去，不是你不见就是我不见。最酷的是最后一刀，然后还闪退。不要崩溃就好了。这是闪退啊。对啊。游戏崩溃，人也会崩溃。没错，游戏就是这样才使人暴力。而且这场还两只。对。啊，打完直接应该退出了，我们会等最后的。这时候直接退出就好了吗？还是奖励会更多？没有，这时候不能退啦，他不会让你退啦。哦，对。你只要跳完那个结算任务，他就不会让你动了，你就只能等他宣告你死刑。两条线，两条线。うまくやれた。对耶，下个月还有光遇两周年、三周年。是在叫我毛耳朵？没有啦，没有啦。哇，工会在卖东西了！哇，抽奖，抽奖。有没有成就是抽到所有的那个啊木偶？有，看，要不要脸啊？有一个成就叫坚固的锁头，你要把
每一只龙各打十只，然后去猫那边买那个挂轴，然后找到所有的笔记本，会有送那个木偶，不是吗？嗯。然后跟所有抽奖的木偶全部拿到，才会有那个成就。要不要脸呐、啊？真的超不要脸的那个成就。那个成就比大小金还难解，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纯粹是看你的脸色。对啊，看脸呢、欸，很看脸。而且那个抽奖还不是每一场都有、欸、你还要等他有抽奖。对啊，我才是说，干要不要脸啊？真的是超烦的。一呀，可爱一号、二号，来叫幽离子好了。嘿嘿嘿嘿，你在哦、喔？他刚刚叫你，你不在，没有啦。你看这只猫啊，这只猫不见了。你有一只叫可爱一号啊，不知道要叫什么名字啊。嗯，在这里吧。雇用跟变水宠，你刚去拿半哦，是啦，可爱一号。请用键盘哦，对不起，我还想用摇杆。你看西亚尤里好了，剩下焦糖是他本来叫焦糖啊。好了，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支线。什么烂任务、啊、不烂成就、啊、短时间能弄到一定都是改的，一定外挂，外挂的道具。那个任务不知道是哪个白痴想的，超白烂的。而且抽奖的那个木偶有十二只哎，好像才一半吧，有那么多、哦？怎么看啊？回家看吗？你只能在那个自家看啊，只是你在别人的集会所好像不能看，你要先退集会所才能看。好烂喏、哦，超肥的声音，好烂喏、哦，好烂。现在名片里有没有？啊，名片你也没有。嗯，移动。哎、欸，你怎么在这？真的不行哎、欸。对啊。好烂哦、喔！好烂哦、喔！天，你家好空哦、喔。嗯，就没在复制的啊。啊，八点。呀、啊，跑图喽。哦，你先跑啊。那个去抽奖不是很快就有了？那个去抽奖不是啊，就是你也要抽得到啊。啊，大中小奖，他、啊、常常抽到都是中奖啊。中奖是什么意思？变讲你中奖，你中奖喽，中喽，是烂货，谢谢你。等一下，好，光玉，你现在才吃饭哦，尤里。你昨天开到三点，现在醒好像差不多齁。昨天看台看到睡着，因为我刚醒没多久。好的，啊，昨天看你打 AI 还是觉得很难过。游戏可以玩得很开心，但是一直输游戏就很难过，很正常啊，所以我才不喜欢玩有些竞技类游戏。就像 UHC 好了，不是不喜欢玩，而是
打玩家对玩家，我手会很抖，很紧张。太呆鱼，昨天输了几把，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来打龙，打龙不会输，不要去打那些什么高难度什么鬼东西的就好，我会欺负免狗龙，欺负免狗龙。日麻合到快溢满的时候被段19断走了，也是气死好吗？我的绿一色，我的字一色，我的四暗客单起，打龙一直死，不会，我不会让你死。哎、欸，大一段，就打龙啊，除非那个龙是玩家扮演。那只玩家是只龙，打龙一直死，那就是龙的不对了。他怎么可以打你？对吧？好的龙是不会乱咬人的，那些都是不乖的龙，坏坏，所以才要杀。对。所以我们出去杀的都是会咬人的龙，你看那些草食龙什么的，也是会咬人啊，也是会撞人啊。对吧？没有需求哪来的伤害？哎、欸，先进一下任务呗。你好了、哦，你跑你光远，你进来我打就好了。屠杀龙大主、欸，怎么又是这两只？你太扯了吧！你好强。没有啊，毒药也没有，屠杀龙而已。搞到有点想打龙了，什么意思？搞到你了。好的，各位，我复活了。道具箱用餐。你跑完了那么快？没有啦，有亲爱的干爹， oh. 我可以在他的背上待着。可以在别人背上待着。对。因为这个游戏可以背背、牵手、抱抱、摸头。打背按摩，我听起来像色情游戏的感觉啊！是不是听起来很色情？他还可以掏出蜡烛，拜仙烛。哇，这就是光宇。哎，一定是没有强的伙伴啊！一定是没遇到我。太慢遇到了你，应该说太慢知道你有在玩魔物猎了。那时候看你开世界的时候，我有载回来玩，想说，因为那时候他连佩西模式都没有打过，他被一个朋友，他是干爹还是 mod， 说什么佩西模式很简单，带他过去，又从来没赢过。我想说没关系啊，贝西真的其实现在带得了，但是看他载好久，想说哦，真的也要回来玩，再来玩。拜拜，尤里害我弃坑了。哎、欸，所以你那天是直接现场载回来，还是根本没有移除啊？其实魔物猎人世界你可以先移除，没关系了，先专心来玩这一款。没移除直接接崛起吗？对啊，可以，因为其实这两个就是不同游戏啊。
两个都有方便的东西，都要重新习惯。像世界的冰原的话，有一个钩爪，钩爪蛮好玩。但是这个游戏有个东西叫翔，就翔虫嘛，翔虫又很好玩，又很靠腰的东西。组件超忙，我的世界，我的世界冰原也是用组件啊。那这位 HTT 也是一直强烈建议我赶快用键盘滑，对吧？摇杆。然后想说，既然这个当时是出在 Switch 上，就好好学习用那个键盘，那个摇手把。啊，用完之后哦，发现，没有说到很香啦，就是有它的好处，微调比较好微调。但是玩像远程弓箭枪那些，就一定会输给一些鼠箭玩家。你有玩过 Switch 的崛起？哇，你钱很多哦，还是你那时候玩测试的 demo？哎、欸，你退很快哎、欸，是不是？怎么办到的？那个手速，你是不是已经变天回龙了、啊？这款不能飞爪上车，还不习惯，比起手把键盘真的很快。我，对啊，就是因为那时候看到光是一个滑鼠要按的东西就很多。左键、右键，还有侧键、中键什么的，我想啊、哦，好，手把、手把、手把。我最一开始玩的是 Switch， 之后有人说要我陪他玩 PC， 结果我用键盘滑，想虫都飞不起来。哦，对啊，就是因为要按中键跟侧键嘛。没事没事，你晚点给我你的指定账号，来加个好友，有机会一起玩，是有机会，有空一起玩。东西，欸，人家妹子跟你不一样好吗？我们只是我们会一起玩，只是因为我们的玩了，我们认识了八九年啊的游戏伙伴，游戏伙伴，对，我们就只能到游戏而已，我们不能再进阶下去，太难过了，对不对？我在 LO 从来没有带妹子飞过，难得可以拿爆桶把妹子炸飞，能不炸？好过分哦、喔！哎、欸，能飞、欸，我忘叫他叫片手剑啊，也会飞啊。我被问号了，好、啊、喂，没有啊，哎、欸，爆桶很贵耶、欸，那种消耗品拿来炸妹子怎么可以？可爱的魔物也有牙。奴的键鼠好难按，好，雅思拜拜。就那时候，从世界那时候改冰原有钩爪的时候，我就放弃玩了、啊，因为他的什么拍头跟全弹发射什么那个，全都在侧键呢，有够忙的哎，所以就感觉说啊，干脆就不要玩好了。有卖肾，而且当时喜欢玩片手剑的原因是因为奥普龙的那个弹子。要不是这个忍者刀不能改 skin， 我就改那个扇子。好可惜哦。你先吃饭啊，不要打字，你乖吃饭。你乖吃饭。哎呦呀，哎呦呀，水兽大金来了，我先看有没有体验版的高速。哦，你是用鼠键是不是？鼠键的我反而不习惯，因为你要习惯就要从一开始习惯啊，
像他们也叫我把那个我的，就像那天我的翔虫不是位置都不对吗？他们叫我改，我说不行啊，改之后又不会玩。水兽我来了，水兽。翱翔天际，好诶、欸。你一开始是手把 PSP 算吗？这是崛起 ，PSP 没有崛起，我不知道诶、欸，算吧。欸、PSP 有陀螺仪吗？有啊，那就不算。那我不算，不允许他是。SP 就最经典的 C 字手啊，因为那时候我的这个手把 Pro 手把啊，它的挖掘键是 B， 可是到了我的连发手把，它的挖掘键是 A， 我那时候就知道啊，不妙，一定有动到什么，究竟是连发手把才是对的，还是 Pro 手把是对的？那果不其然，连发手把获胜。他赢了，他赢了。耶秀！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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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哦，等一下，我把你拜的乐器器又想玩，但是。我又好怕我的手到时候又是狂抖。哎呀！啊，收不起来！魔刀，祸祸向爹娘。你说我复健的很快、欸。肌肉记忆都还在，还行。菠萝面包、法国面包，通通都有。这是没有属于水兽的面包。哇！奶奶安安，你好，你好。哎呦，我都没剁到，帅气了我的 T。哎呦，后背王你有看完吗？我有看完哦，你说漫画吗？还是动画？动画有，但漫画没有。我两个都没看完呢，后面我看不下去。烘焙王九就有点已经啊，当时烘焙王九就是因为作者不想画了，他、啊、被那个出版社就是硬逼说还要继续画，对啊。对，然后后面就烘焙完就很奇怪啊，烘焙完这人变成面包哎、欸，真的超奇怪的。对啊，腹肌都是面包哎、欸，所以那时候看到那个苹果面包都回不去了。怕他的重置任务跟任务中怪可会换位置，会抖对不对？每次要点下去先想一下，嗯，从任务中归来。也不离远一点呢，放在那个旁边。魔王猎人，打么乌猎人是不是？魔王猎人，干嘛？你叫无界叫太奇怪了是不是？魔王猎人诶、欸，听起来好像很好玩。
打工吧，魔物猎人。番茄在光遇打了魔王猎人。开皮刷可不可？比较好了，玩这种东西开什么皮？没人看，看一下好了。哈哈，你在干嘛？我不知道哎、欸，已经刷到枪了、欸。鱼纹翅，刷不到色尾啦，就会变这样子。远离魔物，从你我开始。我也是远离绿毛虫，绿毛虫，黑毛虫。啊，我晚点想问你们怎么让那个素材丁选可以那么顺利？我每次都要重新去找。啊，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的 VP 啊，就可以很顺利的有素材就那个往自己头上拉啊，我的素材全都是空的。哎、欸，又有了，我还在。确定。设定，哎、欸，那只鹦鹉回来了、欸，开启网络摄影机，开视讯喽。嗯嗯嗯。哎，我回来了。哎、欸，不是，怎么是猫？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我喜欢这个鸟，我很喜欢，超高追，它会抓痒、打哈欠呢。昨天有看到你用那个啊，你用你的水球袋。总时候多的，昨天他有多这只鸟出来，这是工作坊的啦，然后就宰来用。你知道我有养鹦鹉吗？我晚点可以贴我的鸟给你看，我家的鹦鹉给你看。它是一样是牡丹鹦鹉，什么东西？那你讲的方式很变态。我刚刚在想说我要怎么讲比较好。晚点贴我的鸟给你看到，因为之前他们都喜欢这样讲。驯龙大金，驯龙，我驯龙刷了几百只了、欸，哎，看一下哦、喔，还没有大金呢、欸，我来打。你还没有，你先打啊、喔，金给你。最大尺寸有哎、欸，进去陪你玩。太猛了！啊，就为了刷那个啊，他的脊髓啊，盐髓，盐髓。他说的跟怨虎龙一样难刷，对。你还养什么？兔子、鸟，还有只狗。只狗，哎、欸，不过狗不是我养的啦，家人养。你有看到前面在跳的那只？这就是我家的兔子，不过现在不在我家。然后我家的鹦鹉是间谍哈密瓜，它是黄色头绿色身体。然后现在头上这一只其实就是间谍芒果。驯龙嘞，哦，驯龙高手，还没有看最新的那一个哪一个的啊？它不是三集而已吗？它有三集啊，哦、三集有看完。就看一开始救的两只，
晕了没？哎。反恶龙跑了，不要跑来帮我就好了。比什么那一块山羊角好预判啊，天哪、啊、我那天打山羊角他会低头撞我们，撞的瞬间要放个方块或闪开。东西可以让你甩来，还是甩？这就是肌肉记忆啊！我记得可以甩，我记得可以，记得有啊，怎么没看出来？哦，你不缺盐水哦。不缺不缺，我不知道后面素材需要啊，需要算什么都打啊，问怎么办？好吧，我现在只想刷大妖精，管他，其他管他。哇，你不缺素材，你缺骨头，你骗我？我缺钱，电子盐水可以卖钱呢、啊。那盐水也是啦，你让我在最上面，谢谢。哎、欸，我有盐水、欸，捕获报酬。你怎么可以有？啊，甩的！捕获盐水，捕获不是不会出盐水吗？嗯、啊，我刚拿到哎、欸，还真的是骨髓。就会有啊，捕获不会有啊，耶、yeah. ，捕获奖励不会有吧？猎人笔记大型魔物，你开外挂？他是那是骨髓，有啊，捕获奖励有盐水啊。那、啊、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不补？还是因为有啊，捕获有啊。没有啊，用波取的有 12%， 啊，捕获只有 3%、啊。盐水哦，好抱歉的，又误会你了，反正不是第一次了。それではまた。ご用件をどうぞ。鲤鱼龙大吉。泥鱼龙，我世界有啦，我看一下，我世界也有啦。嗯，大金，好啊。阿拉崩巴，阿拉崩巴，反特贝利，古多比路翁。爸爸，我晚点也可以传兔子照片给你。来啦，我觉得世界的比较好躲哎、欸，他躲完之后马上弹起啊。
你怎么打我？我没有打你，我没有打你。我跟他说话，你干嘛？哦，你看他又打我。他不动了。你看他弹一下而已，对啊，他不会弹很久。不知道为什么刚打乱石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可以动，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好像看他不动。多傻呢，打四界我还是一直觉得他尾巴可以断呢、欸。你的记忆被篡改了。真的记忆突然被篡改了，我一直觉得他可以断，我就是动不了。那尾巴一定很好吃啊！你看，对不对？要先去除土味，要加点料酒、香葱、大蒜，去腥。啊，加点啊！我最近在抖音看到一个我好喜欢看的，他是有人教人家做菜，对不对？然后他就跟着做，然后他就是怎么做怎么失败。他说：“啊，你说的都对。”啊对啊，你对都对，你都对。然后说什么？这时候开小火，我说要开小火，你怎么不找林强？我喜欢看那个。有掉落物哎。嗯，有你还没捡哦、喔。还没捡。我很认真在打。我刚也很认真在打、啊。サトリ帰還します。啊，你说的都对。我在看到什么三不沾嘛、啊，那个东西。盐水耶、欸！哇，你拿到盐水哦？对，告我告我，快卷钱举我。来宾。对，叫两个字叫荣誉的盐水。好。それではまた。自由任务，我接，要我接任务啊！哦，好。青雄兽，哦，青雄兽，好像缺小吧？我青雄兽也缺小哎、欸。他不会打尼龙跟驯龙的，有够菜的我。没啊，你不会打就是一直打他。我那时候也很害怕打驯龙啊。灵佑龙王小金，你有吗？灵佑龙王，灵佑龙王、欸，哎，啊，刚刚不是说毕业了吗？我看一下，我忘记了。哎呦，大小毕业，叉叉龙王都毕业了。OK OK， 好的。我那时候就是打驯龙吧，拿片手打了快30分钟才打死一只，啊不。对，30分钟一次，然后慢慢进步成20分钟，然后就大概都已经记下来了，就都维持在15分钟内打赢他。就是他有些招式，你可能看到他会慢慢缓缓冲过来，那下一秒就是会马上一个尾巴大尾巴垂下。你觉得魔物的动作多玩就会知道啦，多猫几次嘛？对啊，就跟你看，看86也是这样子啊。你在头上顶着水杯，不能洒出来。那个大龙，八六上升啦，八六上升啦，高明山的八六。
我记得好像我过去帮你打素材的那次，哪次？哦，你说陪我打训龙，那时候我一直打也打不到啊。啊，你们就说那个很好打，进来打，结果我还是没打到啊，都在你们身上啊。我说你们进来干嘛？走开，走开，走开，或者会更生气，走开。进来让我生气的，气死！我那时候刷怨图也是啊，一堆人陪我打，一堆人拿宝玉。我也是啊，那我怨舞龙是自己打，那时候是打了四小时的怨舞。蛮热腻。应该说游戏我只是喜欢玩，强不强是另外一回事，玩的快乐，哦，玩的快乐就好了。对啊，猫也可以猫的很快乐啊。你想一下，我们那次玩世界，不知道哪个天才戳了吗？那个睡眠蛙，让我们四个人同时被那个，有印象吗？欸，有啊，从江江吧。没有，我记得好像是谁的刀挥到，好像那是江江啊，江江要戳醒我，那个戳到，然后戳醒我们，然后就他自己死掉。我那时候猫的也很快乐啊，快乐真的。然后前几天你跟我讲完那个放，我就跑回去看那个影片，哦，笑好久，我想说干。我还在，我还那个吴孟达，我还没上车，我还没上车，爽耶！打卡在阎王龙那边登过了，该回来暖暖手了吧？没人陪你玩没关系，没关系。打阎王，我们让你过。对啊，我不像某些人是强到可以开。开房带人家过，我这边有几个干爹快带不完，都是靠干爹跟干爹鼻子互相扶持，看把 HTT 扶到这么大了，可以带着我打。什么鬼东西？扶我起来，我还能送。等那时候我回来那个。附件嘛，回来玩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快哦，我快到了哦，我快来猫了哦，赶快打死这只魔物哦。回来啦 ，Hello， 啊，就觉得有时候玩到发呆，手还会继续按啊，就觉得我肌肉记忆还不错。头脑已经放空了，但是还是闪得掉。我腿很细，不过可以陪打。对啊，我可以陪你笑，我在旁边笑。不要笑，笑不要笑。我那时候本来也不打算摸其他武器，但是雷神龙让我没办法。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觉得说自己好像都在混，然后就开了血量模组之后看了一下，哇，我贡献才 15% 哎、欸，那片手剑打雷神就很痛苦啊，那没办法。对啊，他就跟打那个什么，金羊一样啊。哦，对啊，就那时候也是就坚持玩一些游戏，然后被路人嘴到不行，好好好，拿青弩，拿青弩。所以，反正那时候也是骗，想要坚持骗手玩到底。后来摸其他刀武器之后就，就哦，其他武器好像很好玩耶，好像很好玩耶。重棍很爽，你是说崛起后的吗？不是崛起啊，那个什么破晓之后的吗？
哦，打雷神哦，不会啊，哎、欸。那时候那个谁，雷神龙倒过来的那一招的时候啊，我们片手剑可以飞超高的、欸，我们可以三段一直狂往上飞，飞到世界的顶端。我的视听又断线了啦！怎么这样搞啦？啊，让你太刀又太强，我太刀反而没有摸太多。我现在在驯龙套，那时候只是用樱花兜个去乱玩，就发现哇，玩起来好爽哦。但是被一些大佬就说不要用了、啊，很烂啊，是很爽哎、欸。我都进不去你那边了。虽然爽是意思，你不行哦。啊，好啊。你开，换我进去。你那边到底是有什么墙，是不是啊？不知道哎、欸，隔离了。你那边上海是不是？啊，算了，我不遮了。谁敢进来，谁完蛋啊！啊，听到没有？对对，月月、火鼠，还有谁？现在是我们两个的空间啊。他能设定人数吗？好可以耶、欸、那你设定就好了啊，搞什么密码，白痴哦、喔。我去看一下。那现在让我先陪陪他。他也都该我说我都没陪他玩，他现在有点难过。我难过。欸，你什么时候带我过高难度任务火速。你说现在就可以吗？好啊。我现在关台啊！啊你好了、喔，来我开，我重建一次啊！你不是说要建那个火鼠吗？那我把火鼠拉下来。火鼠，快点，看你表演！我在旁边拍手。我要打高难度是不是？可以啊。好了，那我就不设人数了。好啊。密码嘞，8787啊，密码一样啊，0607啊。你这样以后人家都知道了。多按几次你就记得我生日啦。哇，我刚才打成6070，你知道吗？我才会说谁会在这个时候生日啦？60年7月70日，六十月七十日生，所以我刚才才会说谁啊？谁在这时候生日？会老哎、欸、我。等他过程中再刷一下。火鼠给我等下开游戏，还没开，还敢不开啊？高难度任务，集会七星那些吗？孤单寂寞的单人打完，哇，你打完了哦！高难度那些我。没办法打欸，太痛了。欸，冰牙小欸。哦，应该没有，我来了。哇，雅思你好强、啊。不愧是重弩100%患者。欸，我有小了，我要离开了。好啦，干嘛不要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你游戏快断了。吃个饭就来。游戏快断了，你快进来。我也不会断。加龙魂天问那两个龙猫两个。啊，好扯哦！雅思，我要抱你的腿了哦，我手要靠过去了哦。有变态啊！高难度哎、欸，是高难度的那个哎、欸，首领哎、欸。哇，你这样子让我觉得我要变得更强。
我没有吼。有啊，吼了。我没有大吼。谁？狗？狗？你看这只狗，移动炸弹。尿派，直接先把他尾巴干了，免得他甩我。你干嘛？你干嘛一直跑？飞起来喽！要不要喝水呢？不喝，不喝。我什么啦？我刚以为你会升龙拳啊，我怎么知道你是一般的防御下的我根本看不到他在哪里，画面有点黑，他有点黑，他有点黑，他已经很白了。你知道有点黑、欸，是泡过水啊？应该是在水上的关系吧。哎，我陷阱放了，兄弟。要煮等等海龟哦，我知道啊，我在看时间，不然我怎么可能血会剩这样？看乱带路哎、欸、你！我绕我尾巴，然后你往那边走，乱带路啊！刚龙跟炎龙打了好几次才灵猫过。哦，挑战灵猫是不是？没事啊，能过就好，好不好？给荣誉耶！不起你，这个不先。哪里？上面。这里，这里。哦。哎嘿。我地下来了。我刚想问你掉下去，我的画面黑掉了。被火鼠真的没有来，没有来就算了啦。火鼠要来打，就他在里面打了，说快点哦，剩一趴了哦，来了。
我已经快打完了，你们还在混。金牙大小都有嘞，好棒！好扯，我胜大，我大赢。继续刷可爱的秦雄兽。お気をつけて。集会所へようこそ。阿妈的背包。刚刷什么？哎、欸，原来火鼠在 DC 敲我哎、欸！然后你说发现，两个小时前的事了。我完全没有看到，他问我要不要帮忙，结果 我根本没有看到这句话。哦，误会大喽、啊！我传了，我在路上了。金，要不要小小银？叫谁？我高难度任务就只有一个吧。我那时候之后也开始没有什么时间玩了、啊。这些啊，雪中的凶猛獠牙，嗯，受注可能なクエ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ご分を。五狗龙王大金出现了，太棒了！哇！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ホムラの家族。想对我打治疗弹，我现在看到，哇，我有右扭你瞄得到啊？哎、欸，雅思是键盘哦。重置任务。那故意把角色捏大一点，怎么打都打到我身上来。你捏多大？猎人大金，啊，这个魔物猎人出那么久了，还是不能调身高之类的。对啊，想捏一个哈比人出来。对啊，我其实想捏一个跟别人不长得不一样的，就还是长得那。哦、你是用摇杆吗？哇。
哎，我去吃个海龟。海龟。对，海龟。从世界就是摇杆用到现在，哦，那很棒哎，你是个好玩家。还有这样分的、哦？嗯，你不是讲的吗？你坏坏。啊，我只是说摇杆比较好用而已啊。海龟要浮上来啦，看到海龟的头啦。什么游戏可以看海龟的头，又可以抱抱，可以背背，好扯哦。越讲越怪耶，那游戏。真的，这是海龟的头啊。我们要烧海龟背上的花。背上的花都没了，好扯。哎、欸，不要乱牵手好吗？番茄，男女授受不亲的。我是说你是女生。花炸啦，各位！什么？你跟我说你现在还没刷到大小金，太辛苦你了吧？嗯？青熊做都不出来，好烦哦。等一下，所以待遇你是先载实定手机 APP， 然后买了魔物猎人。他说他没电脑，他没电脑。对啊，那当初他怎么玩《指定的魔物猎人》？等买电脑啊！哎呦，超前部署哎、欸！对啊，超前部署。我妈偷，你为什么带我？你刚才敲我，你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发生什么事情？好，你回收我不知道，回收吧，我没看到，当作我没看到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好啦。按错啦！你还没15岁，我也还没。今天辣好少。我其实好像很少在沙漠这边遇到飞蜘蛛哎、欸，很少遇到、欸，偶尔。对啊。
哎，阿七换回短发嘞。哎，我的把手。哎，你们就不要让我背了，你们背我才对吧？每次我背，你们都从我背上滑下来，我应该才是食物链的最顶端才对啊，对吧？我们再刷到一只休息吧，不然现在休也可以啊。你累了、哦？不行，我们要有始有终。我是怕你累了。嗯，我还好哎、欸。真的假的？真的啊。看到办法。我已经休息太久了。你说什么休息太久？说我、啊。已经休息很久了，还要再休息下去。对啊，你休息的还不够好吗？才会累，会累就是休息不够久、欸。休息太久也很累。对你就是会累的，对不对？累的就是要休息。靠北，累的要休息，但休息很久又很累，所以又要休息，就是要休息回去。我在攻杀回。新雄兽大小金都刷不到怎么会这样子？我有一只我有大没有小。我现在也是有大没有小，我是说我一直在刷新雄兽人物，他连大金都不出来。你新雄兽是哪一个几星里面的、啊？四星的那个蓝蓝圆圆捕获的那个任务。哦，好啊，我也来刷。就你了。最多就按到大银小银，都没有看到大金小金。青雄兽好像没有别的任务可以刷的，查一下哦。青雄兽银冠，哇！大鱼我不想死，大鱼我不要死，大鱼救我！年幼龙王小金，用不到，用不到，加来滚。不了接任务。对啊，其实可以不玩那么累啦。现在完成这样是对这款游戏特别有爱，有点病态。哦，我就收集癖啊。我也有啊，只是要有爱才有收集的欲望。这倒是真的，就是大意。ごきげんよう。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ご分を。さ、出発。金熊银冠118。
しておりました。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ホムラの加護が。噔。哇，赢、欸、又是赢冠呢、欸！吓我一跳，我想你。然后，但是刚多了三呢、欸，现在一二一哎、欸，还是赢哎、欸，快掉掉！我不知道一二一不是大的吗？一二一不是大吗？不是啊。数字不破百的不都是大值的？嗯，破百，刚很多都一百多哎。是哦。嗯，想要小金的都是一百以下的。目标只有七雄兽小金。啊，对呢，我们是要小金齁。哦，我们都要小金啊，我们不要大金啊。一六也是哎、欸，天哪、啊是大金是有任务啊？啊，有什么任务？可能有活动任务吧。不然怎么你有大金，我有大金？他可能没这样。我后有什么活动？青雄做大金的？青雄做有活动任务吗？活动的青雄兽好像只有首领，没有。对啊，纯粹是运气好，刚好两个人都打到我。哦，有哎、欸，有一个玉泉江的金雄兽。看一下哦，你那个多大？好像是固定大金，是不是？尺寸多大？686.46，六八六点四六，对啊，对那个玉泉香的啦，那两只固定大金，嗯哼，啊哈，啊哈，合同挖小金来了，啊，就他了，他了啦，将就点，对呀、啊，合同挖。啊，合同挖这么下面的吗？我怎么找不到他？因为合同挖蛮上面的、啊。小金，合同挖怕什么？雷吧，记得，记错的话。
饭，午餐，真的好小只哦，好可爱哦。啊，我不瞄嘞。暴力了两把空间。你好坏哦！你好坏，他那么小只，你这样对他，直接说你啊！他直接跑到二区去是怎样？太狠了吧！那好坏哟！那么坏啊！大老远的，真的，走这把，王琦那边可以绕。哎、欸，捡到了光虫，我赢了。你少了一只雷光虫。OK。好冷呢。太久了吧？我秘密通道。哪里？这里吧，是从这边出来吧？对吗？这里吧。欸、我赢了 ，None。哪里呀、啊？啊 ，none， 可能还会对冲。这小雪雀，来休息吧。耶、yeah ！要困要困。来继续刷。你要继续刷哦。我继续刷，你休息啦。要继续刷。有啊。我想说你要休了，没有啊，我怕你累啊。我怎么可能会累？干嘛？我突然按到重置任务，吓死我了！你说按到重置任务？没有，我说我差点按到，吓我一跳。你不要吓我。鸭洗，我红蛙大小都有，868哎、欸，小只的河童蛙才跟大只的青雄兽一样，青雄兽真的好小。お気をつけて。ごきげんよう。
下课了，不能偷看了，什么意思？上课才能偷看哦、喔。下课要出去玩啊，上课要认真看啊、哦、有道理。玩到十二点，不会啦。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儿童蛙小金，恭喜你出来了。你看出来了。猎人笔记，看一下啊，再确认一下有没有刚刚放弃掉的。哎、欸，有大小都有了。哦、我们刚打完一只小的、啊。我怕我大的没打到哦。有啊，大的不是刚跟你说那个任务，那个是青熊兽，青熊跟合同蛙都有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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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青熊和小金好难刷哦，我这样，我连小银都没有看到过哎、欸，你怎么看得到银？会显示吗？哦，我的会选金冠啊！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你的科技好像比较屌，还行还行。ごきげんよう。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儿童蛙大金，恭喜你，恭喜你！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ご分を。恭喜呀、啊！吴继宇安安，头上好可爱，你说头上的鸟吗？都没你的天当成鸡哦，没礼貌。招鸟小金你有吗？看一下哦，
没有、哦，就来吧，来啦，来了，来啦，来了，来了，来了，好啦，我打完政治休息。OK， 嗯，感谢啦，谢啦。感谢主播愿意陪我玩。嗯，感谢你愿意跟过气主播玩。还有过气主播。嗯嗯嗯。过气主播，感谢你。哇，双赢哎！对啊，两个赢一个金。哎呀，好，给我来，我来，我来，你这贱人！我想说，我刚才在蓄力，撞你，撞啦！哎、欸，主播，你好像没撞到。主播，他很小只。小尺寸也更新了、欸、对啊，哎、欸，他刚刚甚至是小到走路超慢的、欸，哎，然后撞前两下就觉得啊不妙不妙，他好难控。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我们有缘再相逢。好，明天见。明天见。待会猎龙集会所见。啊，先休息啦，先挂啦，嗯，拜拜。好啦，这边就先到这边啦。啊，那主要是，其实很不喜欢在开台的时候跑光遇的，因为觉得有还是会有不好意思的感觉，所以刚刚想说。海龟的时候还是先那些尽量赶快动一动，不要让你们就一直在吼等我还是什么的。好啦，就到这啦。幽离子在不在啊？幽离，没有，就是你要玩的话，你再跟我说。在，但是要你要突发约时间还是怎样都可以，这下玩也行，就赶快把你任务带一带还是怎样。我看看有谁可以带哦。欸、是有一个我其实不认识他，那时候只是忘记是谁，就是空降过去，就刚好就到那边去，就他的声音是还蛮可以的，就想说，哎呀，就订阅下去那边偷第一台，爸爸，欸，那个我把你们带过去哦，他叫苏菲亚，然后。那时候是什么？他叫艾雅，
就很可爱。啊，对不起，我点到你了。欸，过去有礼貌一点哦。后台点不进去，后台点不进去。欸，应该也是有那个啦，有开订阅一分钟好像才能打字吧。好啦，那晚点我们继续玩那个泰拉瑞亚。欸，黄金有点卡，是我开了皮又开了魔物。好，准备过去了，感谢大家今天上午的收看啦，大家晚安，拜拜。